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3页，从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当中，啊，这个挂虎三，云何名菩萨法人？从这看起，啊。前面我们学过啊，这十种人里头的内人外人，这第三呢是菩萨法人。佛语诸经说微妙矣，诸法极尽，诸法即灭如涅槃，啊，如涅槃相，不惊不怖，作是念也，我若不结是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是故菩萨勤求，自问读诵，是名法人。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佛法确实有它高深的一面啊，不容易懂。要不要学呢？要学。为什么？不学不能成无上菩提，所以一定要学。学要能忍，要有耐心啊，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佛说的所说的经很多啊，并没有全部传到中国，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啊，佛经几乎全部都写在贝多罗书页上，所以称为贝页。啊，贝多罗书页，我们故宫博物院还有收藏。啊，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树叶他给它裁得很整齐啊，长条的，通常写四行啊，两边打两个洞，用绳子穿起来的啊，这是过去梵文的经典
啊，现在印刷装订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啊，携带也方便，那么这些经书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中国法师到印度取经，精挑细选的，啊，找最重要的，尤其迫切我们需求的，优先挑选出来。啊，不是很重要的就不带了，减轻行李。啊，以前这些经书都是马匹、骆驼背到中国来的，啊，从印度走路到中国，差不多要走一两年的时间，很不容易。啊，这里头有不少大乘经典。讲的是菩萨法了，大乘经呢，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佛随顺众生的根性，说八万四千法门，说无量法门。啊，八万四千是对我们人间讲的，无量法门是对变法界虚空界讲的。真有啊，不是假的。啊，世尊世先成道是30岁。啊，19岁出家，放弃过往的继承权。啊，他父亲是国王，他是长子，他要不出家，将来继承王位。啊，19岁他不要了。这是年轻的王子深深体会到人间太苦了。啊，他出去游玩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啊，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看到这些人间苦难呢，啊，想到如何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教的教学目的是什么？有人问到我们，我们一定能回答。啊，佛陀示现教化众生的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从天堂到地狱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还包括十法界，啊，帮助这些众生呢离苦得乐。离苦要离究竟苦，离得干干净净，得乐了要得到圆圆满满的快乐。佛一生给我们干这个事情。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从这来的。乐从哪来的？乐从开悟来的。对于宇宙人生一切诸法的真相
明白了，路就得到了。啊，所以他用什么手段？用教学。啊，因为苦乐是果报，果上没办法动，要从因上。因是什么呢？因是迷雾。啊，所以他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啊，开悟了，乐就得到了。啊，手段是教学。所以他老人家住世80年。他是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呀，80岁。啊，外国人算始祖年龄79岁，啊，他79岁过世的，30岁开悟之后就教学，啊，30岁开始讲经教学到79岁圆寂，整整49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他讲的这一些经没有人教他，他怎么会讲？我们用六祖坛经这个例子，六祖慧能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年轻的时候砍柴为业，樵夫啊，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啊，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这个行业有，还有一个行业挑水卖水的啊，城市里面的水要靠人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煮饭要烧柴火啊，所以乡下的农民专门有砍柴的挑到城里面去卖啊，叫樵夫啊，有挑水的到城市里去卖，家家都需要，民生必需品啊。啊，那么这种苦力很辛苦，赚钱很少啊，一担柴这几个铜板呢，那个时候铜板很值钱啊，大概一担柴一担水啊，他拿到几毛钱呢，一两毛钱他就能过一天的生活。啊，所以那个时候城里面打工的一个月能赚2块钱就可以养家了。啊，四口之家了，生活费用2块钱就够了。那是以前用银元，不是钞票，还没有钞票。啊，钱是用铜板。啊，铜板银元。啊，这个1毛2毛的好像也是银的啊，都是银啊，不像现在用纸钱的
啊，就有这种行业。那么能大师没念过书啊，他卖柴，柴火卖掉之后啊，那一天他是卖给一个客栈，客栈就现在的旅馆啊，那个时代的客栈大概也不过就有五六个房间，有十几个房间就很大的客栈啊，小客栈呢都是三五个房间啊，住几个客人呢，顶多大概十个人吧，十个人二十人就住满了啊，小客栈。这些都是我们记忆的很清楚啊，我们经过这个年代啊，所以古书里的记载的我们能够理解啊，能够啊体会到啊，能大师离开客栈出来的时候，经过窗户，房间的窗户里面有人读书的声音。那个时候的窗户没有玻璃，用纸糊的，所以声音能听得见，人看不清楚，声音可以听得见啊。这个人在里头念金刚经，他听了几句他听懂了，就站在那听一会，越听越欢喜，一直等到他念完，然后他就敲门进去啊，这是一个住客栈的客人，那就问他，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啊，我听的很有道理。那这个客人感到很惊讶，金刚经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经典，他能听得懂，这就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就问起来啊，他干什么的啊，他家里只有母子两个人，父亲过世了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啊，砍柴为业，就到这边卖柴啊，问到这个金刚经听的欢喜。这个居士看到这样的人才觉得很难得啊，那一年他24岁，很年轻的啊，就劝他啊，到黄梅去参学，去见五祖啊，那他生活没办法了，这个居士就送10两银子给他，10两银子他一年的生活费用都够了啊，再由念佛的这些朋友佛友联络几个人带他照顾他的妈妈，这样他就放心了啊，他到黄梅去参学，在黄梅住了8个月，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所以他的衣钵也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啊，24岁啊，这讲到要忍辱了啊，能不能出来弘法利生呢？不行。为什么？你瞧不起你，别人不服啊，跟五祖修行的人很多，有几百人啊，当中以神秀是大师兄，每个人都认为集成五祖的一定是神秀啊，不可能是别人，所以五祖宣布要传法，
叫大家每个人做一首偈送给他看。啊，三天没有人送，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神秀的。啊，我们都比不上神秀，做这事白做了。啊，神秀自己心里要有数，大家不敢臣弟寄送，都是为他。那他要不做呢，说不过去了。啊，所以他是真是也费尽心思做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做这首偈也不敢送给无数，把它贴在墙上，心里盘算着，无足要说好赞叹，就出来承认是我做的。如果说不好的话，算了，我就不敢认账了。这么一个心态啊，所以有人告诉无足啊，有人写了一首偈贴在墙上，无足就看，看了就很赞叹，不错，很好啊，嘱咐寺，这个寺里头出家在家的二众啊，应该依照这个偈子修行有好处啊。然后无足就召见神秀，神秀承认了，无足说没见性啊，过两天再写个偈子给我看。啊，那么这个信息马上就传遍全寺，啊，上上下下人都知道，慧能大师在对方里听到了，有人念听到了。啊，听到之后，他也说，找一个人带他，贴在什么地方，带我去，我也想在那里磕三个头，啊，礼拜、恭敬、赞叹、供养。啊，这个地方里面我们能看到能大师老实听话真干，在黄梅住了八个月，这个庙里面课堂里面贴了一对，他不知道贴堂在哪里，你就晓得这个人老实到什么程度。无足叫他在对方冲米，他就在对方，大概对方附近，其他地方他没去过。啊，人家成就，这是定功啊，心里头没有杂念呢，没有分别执着，不好奇啊，师父叫我干这，我就天天干。他不叫我干的，我就乖乖的把自己事情做好。在这个里头练功啊，啊，真在那里修禅定啊，没有定哪能开悟啊，所以他就去了。啊，去的时候在那拜了几拜之后，啊，他告诉别人，他说：“你们帮助我一下，我也有手机，我不会写字，你们替我写。”啊，他把神秀偈子改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子一贴上去之后，立刻传到老和尚那边去了，老和尚马上赶来，把这个偈子撕下来，把它擦掉，告诉大家没见性，平息下来了。啊，接着老和尚巡寮，巡寮就是这个是方丈老和尚
他的事情工作，一个月总是一两次，就是寺庙到处都看一看，啊，了解状况，这叫巡寮。啊，巡寮干什么呢？不能单单去找慧，找慧能呢，用巡寮的方法，通通都看一遍，就到对方，到对方就问他，他冲你呀、啊，你熟了没有啊？慧能说，早就熟了，还没有晒，啊，欠一道还没有晒，早就熟了，啊，他们说话别人听不懂。五祖在地上用他的拐杖敲了三下就走了，慧能知道，别人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三更到方丈书去见他，他懂啊，旁边很多人呢，不能让这个秘密不能泄露啊，他知道。三更果然他到方丈室，门是掩到的，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啊，见到五祖，五祖很欢喜。啊，你果然来了。啊，门关起来。啊，用袈裟把它围起来。啊，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业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真开悟了，啊，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第三句，啊，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具足。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的。啊，所以他后头又说，第四句，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所以一定要修定，你才能见性。没有定功，你的心是动摇的，见不到性。啊，幕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是自性变现的。五祖一听，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叫他赶快走。啊，而五祖呢，在房间里三天没出门，没出房间。啊，大家认为和尚身体不舒服。要多休息，实际上五祖是给他三天时间，叫他走得远远的，怕人家追不上。啊，都清楚啊，什么原因啊？嫉妒障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有提婆达多、六旬比丘，专门作恶。啊，破坏释迦牟尼佛的道风，让人谤法造业。啊，慧能大师出现唐代，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高僧大德太多了，还有嫉妒障碍，还有不服的。啊，我们今天你要是修得好，讲经要是讲得好，嫉妒障碍来了，要修忍辱波罗蜜啊！啊，不能忍那就没法子了。好在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做出忍辱的榜样给我们看。啊，祖师大德真有成就的。啊，语言不成熟要藏起来，他躲在猎人队里头，
15年，不是短时间啊，15年这么久，嫉妒障碍慢慢平复了，淡了，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也不放在心上了，他就是出来了啊，出来教化众生了。禅宗兴旺起来了啊，兴旺了1000年了，在他手下大彻大悟的43个人，六祖大魔祖是传来的，一代就传一个，传到第六代，六祖传了43个，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是空前绝后啊！六祖以后，这个43个学生，他们所传下来的，一两个多，3、4个很少。啊，可是6祖传的多，43个。啊，一个人传2个，差不多就100多个了。开悟的大德，所以禅宗非常兴盛。啊，他幕后说的这句话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很重要。宇宙不是神造的，不是上帝造的，是自信变现的啊！自信能生能现，现的是什么世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自信现的，没有例外啊！把自信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干的啊，自信没有，自信只是能现，能生能现，不能变。啊，阿赖耶是妄心，自信是真心，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这里讲的自信是真心，真心没有生灭，真心没有染污，啊，真心没有动摇，真心在哪里？变虚空，变法界，还变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啊，就在我们眼前呢，我们不认识，真心啊！六道凡夫永妄心。啊，什么人开始用真心？正道阿罗汉果开始用真心。啊，不是纯真的，带来妄。我们也是的，纯真带妄。但是怎么样？我们只知道妄心，不知道有真心，迷了啊！阿罗汉知道。有真心，有妄心，真中有妄，妄中有真，他偏于真，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叫历究竟苦，
啊，离苦离干净了。啊，那么向上提升，阿罗汉断了见思习气，就证辟支佛果。辟支佛破尘沙烦恼，就是菩萨。啊，菩萨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在十法界里面成佛。啊，这个佛不是真佛，叫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为什么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是用妄心，还不是用真心。用真心才叫真佛。啊，用妄心学得再好，再像，啊，趁人家趁你做佛，叫名字而不是名字，啊，观行即佛，不是真佛。啊，那么他要在这个地方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脱离十法界了，这是真佛了。啊，大乘教里称为法身菩萨，他成佛，他住一真法界。啊，但是还不圆满，为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没断掉，这个习气不好断，没有方法断。如果你有方法，那个方法是错误的。自性里头一法不离，怎么会有法出来？啊，怎么断呢？随他去。那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好比一瓶酒，他用酒瓶做比喻，这个酒瓶里面的酒倒得干干净净，确确实实没有了，啊，擦得干净，闻起来还有味道，这就比喻脾气。怎么办呢？瓶盖不要盖，放在这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闻，没有了。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是佛了，要成佛，见性就成佛了，要用真心了。要到什么时候习气完全断干净了？有三个阿僧祇劫，很长啊。啊，那么他要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三大阿僧祇劫，这就是经宗里面所说的有量的无量，这个寿命是有量的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呢，他习气断了，那就自自然然变成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极乐世界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它是结连结的，啊，当中没有脱节的，从有量达到无量，真正无量寿啊！正德的果报佛果，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于是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的人多，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给大家介绍极乐世界，也就是讲这一部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净土三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每一天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十方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极乐世界有是法性土，它是真的，咱们住的这星球是假的，
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不是真，是生灭法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真实的，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啊，完全是真心所现。那个里头的人，没有人用妄心啊，妄心早就没有了。在什么时候没有的？往生极乐世界，坐在莲花里头，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没有了。啊，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转世成智。弥陀的功德无量无边呐，真的要感谢。那我们自己要转世成智，不是件难事情。啊，这一生决定做不到。啊，总得要多生多劫，才能够转过来。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太殊胜，没有净宗法门，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不容易，多半都是来生是人天两道啊，还在六道啊，出不去啊。遇到这个法门，你能够相信，你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只要这两个条件，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就决定往生。所以这个法门很容易去，很难相信，叫难信之法啊！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一定要相信，相信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我们啊！真正信，真正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越早越好。啊，发心度众生，也得要把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讲啊，报名注册然后心就放心了啊，真心切愿极乐修极乐世界报名注册了啊，你好好念佛，能不能往生是心愿，往生极乐世界地位多高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念佛多少没关系，念佛要有功夫。功夫是什么？把这个世界放下，没有留念，没有牵挂，这才行啊。如果还有牵挂，还有留念，这个麻烦大了。啊，这是一条绳索把我捆在这里，你离不开啊！啊，功夫，净宗说出三等。啊，下品的功夫成片，这个很容易得到，一般人三年、五年就得到了。啊，这功夫成片，啊，不要以为功夫成片很低。
到极乐世界你就会知道了。没有功夫的，从小学一年级念起啊，要念到十年级毕业，再念中学，中学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功夫成片是中学一年级二年级，不是小学。没有功夫的人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就是下平下生啊，凡圣同居土啊，九品往生啊，功夫成片呢是方便有余土，九品往生。所以在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上个三年五载，到极乐世界插班了，插中学的班了，这个正确 啊。那么再提升就是四义心不乱啊，得四义心不乱等于证得阿罗汉果啊，往生极乐世界是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就是上三品啊，再提升到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这最高的等级了。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实心大地啊，所以放下要靠什么？要靠人呐！啊，你能忍，你才能放下。啊，忍不过就是放不下。跟放下的关系太大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心里面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这样的功夫大概一般人三年到五年可以得到，得到这个功夫你就会见到阿弥陀佛，佛来给你报喜啊，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就预约了啊，那如果四义心以上，四义心见思烦恼断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这个身见呢，边见呢啊，身见是执着身是我，放下了，知道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就很容易放下。到极乐世界是真身，假身没有了啊，边界放下了，边界是对立，日常生活当中跟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是什么回事情？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回南能大师讲的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果真心啊，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
一体就不能对立了，对立就错误了。啊，所以对立叫边界，两边没有两边。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我知道了，他不知道啊。他跟我对立了，我不跟他对立。这样忍辱。啊，他欺负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他回报我，通通要欢欢喜喜接受。为什么？全是假的。啊，他所说的、所作所为的，要原谅他。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现在妄心当家。我难得了，我现在把真心妄心搞清楚了。虽然真心还不能当家，已经往真心这边靠了，妄心慢慢地远离了，这好事情啊！啊，如果还给人有争论，啊，还有竞争，就错了。啊，竞争不能要。那是造业，造恶业。那不竞争，那今天生活过不去，没那个话。你能够忍，啊，你就能过去。啊，你要不能忍，看到别人住大房子，你也想盖大房子，你没有这个福报，那你苦来了。别人收入很丰富，你收入很微薄，你不贫不能忍，这不行的。啊，他收入再多丰富，他还不足啊，还有贪心呢。我这一点点就足了，我就不想多求了。啊，每天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好。不要再求了，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啊，人道无求，道业就成就啊！啊，决定不跟人争，啊，不跟一切众生争，心平气和，就养一个阿弥陀佛，心里头就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样三年功夫成片，阿弥陀佛来给你报喜。啊，所以如果是到事业心、理业心，到极乐世界，随时想去，佛就来接引。你得大自在。啊，那么在现前众生苦难。你想去啊？佛如果看你修得不错，你还挺有智慧，挺有福报的，佛就会加持你，叫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寿命到了给你延长。海贤老和尚就是，他活112岁，他没那么大年岁啊，我看他也不过就是70-80，啊，70多80多就这个样子，啊，那么他这么长的寿命，佛替他延长，佛叫他表法，叫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愿，不怕苦。不怕困难，不怕受罪，可能佛菩萨会用得上你，也找你，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个10年20年，啊，多住个30年40年，
啊，为什么？帮助苦难众生，给苦难众生做好榜样。啊，那么你的功夫能不能向提升？能，像海贤老师，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25岁前后。啊，这个人念佛，他的根气很难得，真正老实听话正干，所以师父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除了睡觉之外佛号不间断的。啊，不出声默念，心里头念的，不妨碍工作。他的工作是农耕种地，不妨碍。啊，所以20岁出家开始念佛，25岁得功夫成片，30岁得四义心不乱，40岁得理义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等级跟慧能大师证得的是平等的。慧能是顿悟，啊，几天就开悟了。他是见悟，从念佛起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20年，啊，40岁20年，他能证得了。我们从他的光碟，从他的永书录里面可以看出来，给我们做证明了。我们要修行正果，走这条路，这是好榜样。我们要弘法利生，那要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啊，那个路也很苦，不能见道场。为什么？见道场你就被道场活埋了。为什么？你要管人，要管钱，要管事，啊，你每一天妄想杂念很多，你要念到功夫成片，恐怕一生都做不到。那换句话，你往生就没把握，这个要知道啊。世间不可以贪念的，假的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你有智慧心境。智慧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怎么放下，不再把这个放在心里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设防的供养有因果，把这些供养用错了，要负因果责任呢。啊，所以印光大师劝导我们现代人，见到什么小道场，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不要超过20人。好啊，省事，小道场20个人在一块共修，有这么大的一个佛殿就够了。啊，2-3个护法就能照顾了，你一点心都不要操啊。啊，2-3个护法很容易啊，
他来护持你，啊，照顾你们的生活，啊，多了就要操心，就要伤神，那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都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啊，所以决定不能够啊，搞明为理啊，不能见大道场，这些事情我都是在初修佛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张家大师教的多，叫我修三种布施，李炳南老居士教的我跟他十年，啊，尤其是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这，啊，树下一修，日中一时。那我们现在有个小毛病，一点点大就够了。啊，心满意足啊！我的小毛病送人家就不要啊，太嫌小了，所以不操心啊。啊，那么佛法续佛慧命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这个地球上这么多年来多少国家族群包括宗教都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创造中国文化这些古圣先贤啊，历史上记载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我总感觉到他们不是凡人，佛菩萨再来，要不然怎么能传这么好的东西传下来啊，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至少用了三四千年没有出事情啊，啊，近代满清亡国之后啊，进入民国，民国把中国传统都丢光了，啊，出现了社会不相互，群众互相欺诈，没有信用啊，社会的动乱灾难这么多，古时候有很少，这历史上也记载，证明中国传统这些东西管用啊，唐恩比波斯说的好啊，啊，整个地球社会动乱，他说中国人遇到困难只要回头找老祖宗问题就解决了，
啊，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族群老祖宗是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你去找，找不到。老祖宗懂得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只有中国这一个族群，没有第二个。那么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这是真正的宝啊，其他的宝是假的啊，其他那些宝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幸福快乐，做不到啊。啊，顶多带给你的是一些财富。佛说，财为五家共有。你命里要没有财，财再多，很快就散掉了，那不可靠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可靠啊。这个东西不会丢掉啊！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佛法里面三规、五戒、十善，加上这一句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经大乘经典很多，只要你有耐心，你肯去学习啊，现在找不到好老师了，有光碟可以帮很大的忙啊，利用这些科学工具，科学工具也不太可靠，一个大地震，一个大海啸，一个城市，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教育要从小扎根，小时候没学，年轻补习也还可以啊，20岁到30岁认真去补习，把这门课补出来，一生受用不尽呢。啊，这就是我们想办汉学院，想为古圣先贤积绝学。啊，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弘传中国传统文化，弘传大乘佛法。这唐恩比教我们的，他说的很明白，解决21世纪的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孔孟学是什么？四书五经。啊，大乘佛法，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净土。啊，它东西太多啊，这五大类就行了。就能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地球化解灾难。要真干呢、啊？谁来干？菩萨来干。谁是菩萨？
你要发心，发个大愿，我要当菩萨，这才行。求人不如求自己啊！求人，人不肯，没办法，求自己。啊，真求自己，三宝加持你，祖宗照顾你，发心要紧。啊，不怕苦，经得起考验。啊，顺境，遇到的环境好，对自己有利有利益。啊，遇到的人也好，都是好人，会帮助我的。顺境，善缘，不起贪念。要守本分。啊，遇到恶缘，环境不好，很恶劣，想做事情处处有障碍。啊，遇到人不好，都是骗我的，都是想占便宜的。啊，都是来做障碍的。不生怨恨。在这个境界里头，把自己的心修到清净平等处，你就能够实现代众生苦啊！实现弘传传统文化，弘传大乘佛法，你就能做到啊！不发大心大愿，不愿意吃苦头，这做不到的，决定做不到。啊，真正要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头，要忍别人不能忍人的耻辱。功德才能圆满。啊，要效法祖宗。三皇五帝那个时代，上古时代啊，人民没有房子住啊，住在洞穴里头啊，生活靠打猎。到神农啊，神农尝百草，发现植物可以养生呢。啊，所以他叫人农耕，定居游牧，没有定居。啊，农耕的时候，田地在里，所以就定居了。啊，定居，这就有了房屋了。啊，都是很简单的，土墙，上面盖茅草，啊，生活一半靠打猎，一半靠农耕。我们祖先能受得了啊，能忍啊，啊，随着你时间推移啊，慢慢的人越来越聪明，发明许多机械啊，带来很多方便。生活逐渐改进了啊，改进老祖宗所说的一切受用都要适可而止，
不要把佛想尽了，向佛还要修佛，你的佛才永远想不尽了。你要不修佛，佛想完了，苦难就来了啊！所以向佛要懂得重佛。中国人子子孙孙都遵守祖宗的教诲，所以这个地区在各个不同的朝代都会有太平盛世。这盛世怎么出现？教育出现的，那我们对祖宗的教诲没中断了啊，一直到清朝，罪魁祸首应该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傲慢，不讲理，不好学啊！宫廷里面，清朝宫廷里面，常常礼请专家学者到公堂里讲学，文武百官都在上课，像现在的党校一样啊！他把这个制度废除。不听这些人的啊，他迷信，他喜欢服软，所以国家大事都求鬼神来指导，鬼神把他的国家灭掉了啊。清朝亡国了，民国起来了，中国社会都在动乱，军阀割据，日本人的侵略啊，动乱不安了，造成今天的灾难啊。今天我们很感激习近平主席，他回头了，找老祖宗了，找到这一步全书之要了啊，他跟唐太宗一样手不释卷，天天在读，把这一门东西定作党校必修课程啊。这就是汤恩比说的，回头找老祖宗什么都解决了。外国没有啊，我们现在帮助外国，希望把这部书翻成外国文啊，我们老祖宗的恩德他们也沾光啊，这都是我们眼前迫切需要做的事业啊。最重要的发心做菩萨，做菩萨要受苦受难啊，能受苦受难才能救苦救难啊，不能受苦受难就不能救苦救难啊。现在人真的太苦了，太可怜了啊。所以学弘法利生要记住求学啊，经典很深，要有耐心，先读诵啊，记住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经选一种，不要选多，选一种啊，读，先把它读三千遍啊，一遍一遍读。啊，如果经分量太大，
念一千遍，不能少过一千遍。啊，像《无量寿经》，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要读三千遍，有的分量不多，读熟了，大概读两年，读一遍只要半个小时。啊，所以你一天读十个小时，就二十遍。字念得准确，没念错，没念漏掉，这就扎根了。啊，这是什么？修戒修定，用这个方法，读书的方法来修戒定。因为你读书，你不会胡思乱想，你不会犯戒。啊，你想的都是经上的东西。啊，这个世间东西你已经不再想它了，这就真持戒。啊，一门深入是修定，我不夹杂，我这一门修多久呢？十年。十年之后我再去修别的东西，容易了，你就根扎下去了。啊，没有十年这个根基础，你学东西学多了，样样都不会，都是一点皮毛，都不能深入。啊，所以这一步经深入，入到底，然后看其他东西，触类旁通，全都通了。啊，我们现在有两个人，两位居士，东北的刘素云居士，他专学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本子，他十年，前面十年跟扎下去了，现在人家请他讲什么经，他都会讲，通了。啊，不敢说彻悟，也是在大悟小悟之间，真开悟了。啊，第二个北京胡小林。他最近大概有六年，专攻《大乘起信论》啊，也是把这部经念上千遍啊，通了。《大乘经论》他看起来很轻松，通通能看得懂。啊，他还得继续干四年，满十年。我给他讲，十年更加深，满十年。这些人真正是传法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苦你要不能忍，你没法子。啊，所以求学要忍呐。一天十遍不能少啊！开头很生疏，念这部书、这部经，念一遍大概有两个小时。啊，半年之后念一遍一个小时，你已经会背诵一个小时，来念十个小时。念十遍啊，现在开始十个小时念五遍啊，半年之后十遍，十个小时十遍，两年以后十个小时二十遍要正干的。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啊，十年之后你再去教学弘法利生，无论叫什么经你都没有障碍。
啊，用无量寿经是很好的选择。啊，为什么呢？自己往生决定有把握，对自己不操心了，可以专门帮助众生，把佛法复兴起来。啊，复兴起来，佛法八个宗派，大乘、小乘两个宗派，通通要把它复兴起来。你们有能力做得到啊！啊，这个十年功夫值得，所以要忍耐。啊，传承国学也是一样，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也是要从扎根教育。啊，扎根一定是相同的。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传统东西，过去私塾叫同盟养正的，有十几样东西。啊，像《千字文》《百家姓》。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学。百家姓，把每一个姓氏、故事、来源讲清楚、讲明白，小朋友对于他的姓氏、他的家就会很爱护。好处多多。啊，古籍里头可以选十几种，所以现在不需要自己编教材啊，我们自己编怎么编都比不上古人，古人编的教材用了几千年不出事情，世世代代都用着，咱们现在编教材出事了。用旧的好，不要找新的啊，旧的东西太多了，非常有价值。啊，佛法古人编的，明朝时候的，佛教三字经，我相信有一些人看到过。那个做入门很好啊，文字不多啊，啊，十个宗派都介绍到了，啊，真的是一部初学佛教、认识佛教，或者是佛教常识。啊，不需要我们编教材，我们编教材有争议。每个人都想变，变的时候都不一样。啊，用古人东西好，在古籍里头去选择。啊，那么这就是要求学，啊，这叫发人。第四，云何名菩萨随佛教人？菩萨嗔恼毒心起的时候，这常有啊，嗔恨啊，恼怒啊，这个毒就是三毒，贪嗔痴啊，再加两个傲慢怀疑，五毒贪嗔痴慢疑。啊，这些念头起来的时候，作事思维
把念头转过来，此生从何而生，从何而灭，想自己啊，想到我这个身从哪来的，怎么会到人间来，既然来了，免不了死亡，什么时候灭了？死亡，死亡是个未知数啊。说从我生者，何者是我？从彼生者，何者是彼？啊，我生的，我来投胎的，我是谁？那如果说父母所生的，啊，父母又是谁？他为什么能生我？法相如是啊，一切万法的现象是这个样子的。从何因缘生？这个因缘生三个字重要，这是佛法说的啊。佛法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缘生的啊，因缘果报啊，因缘是能生，果报是所生。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善缘，下面果报肯定善的；恶缘，下面果报肯定是苦的。这样啊，就知道能够啊，弃恶扬善了。啊，负面东西我们不要去想。不要去理会，也不要去说，更不能去做。啊，对于善面的、正面的，我们认真学习，认真培养，前途一片光明啊！啊，真正的幸福啊！啊，所以佛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啊，菩萨做事思维时，不见所从生，亦不见所缘起缘生啊，亦不见从因缘生，亦不见从我生，亦不见从彼生，亦不见从因缘生，做事思维疑不嗔，不恼不怒，嗔怒之心即便减少啊！这是用观想，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情，回光返照。啊，别人伤害我，我是谁？伤害我的身，身是假的。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他不能伤害的。啊，用心去想一想，想明白了。烦恼就平息了啊，就回归自然啊，自然是清净平等处啊。佛教的修学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清净平等处。
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觉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谁觉了了？慧能大师觉了了。你看五祖的衣钵就传给他。所以我们常常要每天要修忏悔，忏除业障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啊，忏悔一定是离不开人事啊，人事的境界我们接触了啊，一切都是正正的，圣善念的，善的啊，不贪念。如果贪念，极乐世界去不了了啊。不善的，恶的，不生嗔恚，生嗔恚啊也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去？心要清净平等，用清净平等心，用身心切愿，就能往生。啊，身心切愿是条件，清净平等也是条件。啊，西方是净土，净土从哪来的？心净则佛土净，是阿弥陀佛的净心清净心变现出来的。每一个往生的人也用清净心，在净土里头添一分清净，这么成就的。往生极乐世界对净土有贡献的，不是没有贡献的啊，清净平等就是贡献。所以我们要做的平常做事，不嗔不恼不妒，这很重要啊！要常生欢喜心啊！像海贤老和尚，这他做到了。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跟别人红过脸啊！所以老和尚真正做到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嗔恚，没有烦恼，没有不善的念头啊，这个毒十三毒和贪嗔痴。嗔怒之心呢，即便减少啊，这叫随佛教人，这个教是教化，佛教导我们的啊，佛教给我们的根本里面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够了，不用再多了，几乎都包全了啊，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第一条，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做到啊！这就是孝亲尊师啊。现在的教育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学生不懂得孝顺父母，不懂得尊师重道，所以老师不能教了。我是亲身遇到的，64年前，我26岁，啊，遇到一个哲学家方东美先生，桐城派的后裔，啊，我就想跟他学。他约我到他家见面，告诉我，他说你要想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什么原因？现在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那个时候我不了解这个状况。那以后我常常出国，在国外学校我接触过，是这个样子。啊，学生在老师面一点礼貌都没有。甚至有学生不喜欢这个老师，理都不理他，当作陌生人，点个头都没有。这怎么行？啊，印祖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学术要用真诚心、恭敬心才能学到。所以，一分诚信、真诚、恭敬得一分礼，十分诚信得十分礼。换一句话说，现在学生对老师、对功课没有诚信心，老师怎么不教了？但是又不能不上课，老师他是职业，他要靠这个生活。啊，学生不愿意学，没有兴趣学，学生要的是成绩，是文凭，将来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啊，那么老师对着学生玩呢，考试的时候把题目告诉大家，各个分数都好。啊，个人满愿都满了，东西没学到。啊，所以我们想学，老师一个学生也教。啊，他跟我约的，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给我讲一堂课，2个小时。总共好像有点3个月。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非常讶异。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你，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佛是在
他老人家教室里面学来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啊，他说的这些话，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为什么？我认识张家大师，老师是把他当作哲学来研究，张家大师是真干的，啊，真的是一位大德了，啊，所以我接着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对我也是一样，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的时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有工作的时候就一个小时，他星期天没有事情，他就给我两个小时。我的佛法这么学来的，非常难得了，一个人也教我。遇到真正想学的人，真正发心的人，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啊，如也如是啊。我们一分钱的学费没交啊，老师认真的讲学啊。那么这64年过去了，老师的恩德永远不能忘记。啊，那么到现在近代，不但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现在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比他的报告讲得更清楚更详细。所以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了大乘是哲学的登峰造极啊，科学的登峰造极，佛教不再是宗教了，是高等科学。啊，宇宙的奥秘有三个，就是科学家构成宇宙的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是念头，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大自然的奥秘构成全宇宙。那么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是最近20年到20多年，科学家把物质这个秘密揭穿了。啊，我看的这份报告是普朗克的，德国的科学家，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秘密揭穿了。啊，揭穿的是什么呢？是假象，根本就不存在。跟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金刚经》是3000年前佛陀说的，他们现在才发现。那物质是什么？用分析的方法。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物质最小的是原子。随着这些仪器不断的在进步，
啊，精密的仪器能够把原子打破。啊，原子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原子不是最小的。啊，这个中子电子是最小的。再借助中子电子原子核也被打破。发现里面粒子叫基本粒子五六十种，这些很小的东西还能打破，打破之后科学名词叫夸克，夸克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最小的东西出来了，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它是电子的1/亿分之1，这么小，啊，肉眼是决定看不到的，肉眼连原子都看不到，啊，科学家这些仪器很厉害。那么再把微中子打破，没有了。啊，发现什么？空的。这就跟佛经上说的，佛经讲的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极微色打破之后就虚空，就没有了。啊，所以它叫灵虚尘。佛教讲用尘土尘做比喻小的。这个灵虚它跟虚空做隔壁了，跟虚空做隔壁了，它的一打破的虚空出现了，所以叫虚。这个微中子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是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从念头上生出来的，是念头生的幻象。啊，念头的频率多高呢？科学家还没说得清楚，佛经上很清楚。啊，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存在的，念头不是假的，啊，前念灭，后念生，频率多快？佛经上讲的是2240兆，单位是兆，这么高的频率，啊，也就是说，物质产生在念头波动现象。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身，彻底知道身不是我。为什么？一秒钟我们这个相变了多少次？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如果次次都是我，我又何其多了，哪有那么多的我了？这讲不通啊，没有啊，假象啊。这个发现对我们学佛很大的帮助啊。啊，金刚经上两句话再没有怀疑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再有疑惑，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科学我相信有一天会跟佛学结合起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啊，随佛教人，佛教是经典，经典是我们要人。啊，
你像以前不仁，我们都犯了过失。现在科学家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家相信了，不再怀疑了。所以我们想希望着科学在往前推进，把念头是什么？念头也不是真的。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这是宇宙的奥秘，宇宙就这儿形成的，把它找到。我们回向哈。